各位旅客你好，欢迎乘坐 Channel 一飞车，本飞车将带你到马六甲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，最终开启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跳段或是吐槽主持人。看到多人的就是好吃了。那我们要来探店这间啊。该跟那两个女生呢？这一餐一共消费了 RM48.85， 世界第二高楼 Merdeka118。哎呀！鬼仔巷位于苏丹街，据说因为当年活跃的帮会龙虎堂，将后辈小弟称为鬼仔而得此名。